你这是什么情况啊？你不是坐在车上吗？还会让交警给我贴了罚单？我不是给你留了手机吗？你不是要给我发微信，给我打电话吗？啊？你好，涛涛，我们俩结婚了，我和他，我们俩结婚了，他看到了吗？啊，我们俩结婚了。坐，坐下。哎，真乖，你小玩意儿，你小爸爸。来，陆琪，给你镶颗牙。